观众，诸菩萨，大家好。现在咱应该发句譬如经，今仔日已经进入了第43天咯。那么下面要甲注意讲的这品呢，叫做如老无品。那么到底伊是讲安怎呢？是讲了，有七个波罗门的外道啦。那么嘛是善根成色啊，要真是释迦牟尼佛来出家修行呢？伊个年纪呢，60-70岁啊，真老啊啦。那么见甲佛祖的面前呢，等顶礼三拜，向佛陀要求讲要出家修行啦。你啊看，释迦偌哩那慈悲的呢？哦，看60-70岁啊，照常个修起来呢，做出家弟子。那这七年呢，真释迦牟尼出家了后，唔爱好好啊用功修行啊，讲一寡世俗事啦，讲一寡也无囝事啦，讲一寡财产的代志啦，讲世间荣华富贵代志呢，也未去思考世间是苦空无常无我，心安住未落啊，讲个大细声都丢呢，到最后释迦牟尼佛呢，从起个改各界改提醒。恁为何当初要出家啊？出家的动机何在啊？如今已经如恁所愿，已经咧出家修行啊，为何阁讲一寡世间事呢？哦，世间的颠倒烦恼事呢，是在应当啊停止的时阵啊，为何无死心，又阁在讲一寡大细声呢？再佛陀讲一寡道理互伊听。哦，到最后这七年呢？准呢有忏悔之心，恍然觉悟呢，听佛陀的义理了后，精进用功，到最后开悟证据。吼，安就知影吼，所以定讲一句话：佛陀有在条道理出家，伊就有在条去开悟证据啦。哦，所以在佛陀伊道的弟子当中，无一个无开悟证据，无一个无了道啦。这就是佛陀有咧神通原理啊，加持状况之下，所演化出来的一款成就啊。好，那么咱看经文下，伊咧讲咯，42如老无品之一，色佛在舍为国，知数精舍，十有为天人帝王。人民数百弟子说甘露法，时有远方长老波罗门七人来自佛所，起手以地，插手别佛言：我等万人佛门圣化，久当归命，而道诸碍，今乃得来，今到圣也言。愿为弟子，得灭众苦，复知修持，悉为沙门。即令七人共住一房，人处七人，多见世尊，顺为得道，不为无常，共住房中。但使世事消去大巧，不计成败，明日促进。不以人己，但将喜巧
灭义三界，佛义三达地，地明欲尽，佛爱泯尽，弃之其邦，而告之曰：天顶为道，当求道世，何为大超也？一切众生以我事自是，何为为我？一者是乎人少，二者是乎端正，三者是乎道力，四者是乎财富，五者是乎贵姓。天顶七人小义大巧，为何所是？这段哦，就看清楚吼。大体上讲个种，你既然要出家修行啊呢，都唔通搁伫啊呢。哦，心内要依靠啦，后生祖囝啦，依靠荣华富贵啦。哦，世间实在无一样物件会当依靠的啦，无你依靠啥呢？哦，既然要出家啊，也搁伫遐修一个世间的颠倒种种烦恼事，啊，佮讲到大细声，笑到下下叫啦。这款的议论呢，佛陀是相当的哦，不赞同的哦，浪费你道业哦，浪费你当初的动机哦，哦，甲你当初的心愿呢，伤有背咯。好，来讲出别问下，来看好。以前佛陀在舍卫国，的子孙精舍，有一天，饭后为天人、帝王、神明、四众弟子等人演说佛法。此时，离城市真遥远之处呢，有七位婆罗门教的出家长老来到佛前，佛地顶礼之后，合掌向佛陀顶碎碎。阮呢住在偏远的顶，听说世尊度化众生之定，真久以来就想要前来归道如来列座下，但是因为诸多阻碍，一直到今日才有这个机缘前来，亲见世尊的圣容。阮大众呢，愿做如来列弟子，学到灭除一切苦恼。佛陀马上接受了因的要求，为因说比丘戒、比丘法，成为佛陀的沙门，并且呢叫因七个人共住一室。但是因七个人呢，看到世尊规工为人说法传道，非常的忙碌，无时间呢来照顾着因呐。因便害大类啊，不思为世间无常，每一天坐在寮房内底呢，只是想一寡世俗荣华之事，伊的笑声讲话喧哗，不计道行的成败，人命短促，非人力所能控制，只是彼此呢，沉溺在三界的浮名乐处。佛陀以神通力呢，明白了这七位老比丘性命将尽，非常哀怜因，便亲自到了因的寮房内底，提醒着因说：恁为了学道而来，要顺出离三界，为什么规工大笑喧哗呢？天下一切众生啊，以五件事认为是自己的依靠，是哪五件事呢？第一，伊是年纪轻，来日方长；第二，伊是自己的品貌端正天骨；第三，伊靠自己的身强力大，无人可服；第四，是依靠自己的钱财，别人唔敢轻视；第五，依仗自己是贵族，权威之家。恁七人
规工讲话直接大细声呢，叽叽喳喳呢，恁是预告啥物话呢？诸位要看清楚吼，所以佛陀啊，讲话拢无虚言呐，三两句话特别容易道心。哦，本来攀岩泄出去后，佫又倒转来，当阿吉多有意啊。嗯，伊意思是安尼讲啊。佛陀伫舍卫国迄个所在呢，为所有的天人，哦，那是皇帝、太子、文武百官、甲忠臣人民呢，甲四众弟子伫遐讲无上甘露法，也就是讲这解脱法啊。那么离开这城市无偌远的所在呢，都有七个老婆罗门的出家长老啦。那么阿吉巴甲精舍内底呢，要请释迦牟尼呢收伊做徒弟，改剃度啦。哦，啊，释迦牟尼非常的慈悲啊。嗯，遐婆罗门的你讲啊，讲阮早就听着释迦牟尼佛拢为比丘四众弟子呢演讲无上甘露法，也就是讲这实相中道不二法门、解脱法门、涅槃法啊。因为阮种种的原因呢，实在阻碍掉的无法度亲近释迦牟尼佛，今日实在有福报啦。会当亲自呢看到释迦牟尼你的圣容，我愿意做释迦牟尼的弟子，来灭除咱道生累劫的业障，还家己的正行菩提，免受无量苦难的呢。那释迦牟尼当然真慈悲啊，答应因要求了后，当然就跟剃度做这仪式。那么佛陀就交代讲，恁七个人呢，在这个房间内底，好好用功哈，好好修行呢。那么这七个呀，房间一关起来后，看释迦牟尼佛呢，逐天的讲经说非常的忙碌呢，无时间去照顾，该为说法啊，因的心懈怠起来啊。伫房间内呢，讲一寡世间事啦，讲伊后生安怎，伊祖囝安怎，伊新妇安怎。个家庭事唔爱用讲修行，也无想讲以后修行呢，会当出离生死，无时会坠落状况，生命真无常。哦，纵然五欲六尘的荣华富贵呢，这只是三界内底呢表面上一个生灭法而已啦。因无要思考这道理。好，既然还在落来呢，佛陀他心通，有天眼看到啊。明白这七个比丘呢，生命啊特别尽啊，六七十岁啊，八十岁啊咧，佮唔爱好好用功修行，佮咧练慧心，讲一个少年的代志，讲一寡呢，过去呢，伊做英雄的时阵，派大刀的时阵，讲一个五四三就对啦。那些家某哩有行动就答我过来讲啊，讲恁七个比丘啊。当初恁为何而来出家修行呢？既然是为了生脱俗来出家修行，为何规工呢拢讲一寡呢世俗事呢？发甲大细声啊！不但妨碍你道业，因害大落，阿咪对了哦。那佛陀呢就来讲，你也知影，天下间所有一切众生呢？拢用五件代志呢作为伊依靠啦。这五件代志一旦靠未，百分之百无法度你靠。但是众生就是依靠这五件代志啊。对五件呢，来佛陀解七个比丘的开始，伊甲五个七个比丘的开始，等于讲为咱万法众生开始同款啦。第一，拢依靠伊年纪轻轻的呐，来日方长呐。是不是有影？你甲伊囡仔兄中年人安尼讲哦，少年家啊，小姐啊，来学去修行好唔？伊讲依靠伊少年一句话尔，来日方长啊！以后说到真长诶，有机会哩。靠伊少年啊，你也了解啊。少年总是变中年，变老人，会老会死啊。岁月不留人啊，时间过真紧啊。
我如本就足明显一个见证啊！我当初26岁来出家修行啊，少年家啦，英俊潇洒啦，嘿，家己学了一个呢。我少年家26岁出家哦，哦，我嘛真少年啊，但事过20几冬咯，即卖念起要50岁咯。但是我聪明，我巧，我有智慧，这点我承认。我少年就跳出来出家修行呀，所以这点诶，我无犯这个毛病，无靠讲我少年来日方丈啊，这善根有关系。唔呢，即卖少年结果啊，年轻的少年啊呢，男男女女几个啊，好伊能想破这点呢？岁月不留人呐、啊，人会老啊。莫讲十个啦。十个拢20几个，超过，拢依靠伊少年来日方丈啊！哦，阁有机会咧啊！拢有一款傲气啊！拢依靠伊少年年轻啊，来日方长啊！这足严重诶！阁第二，拢依靠伊呢？哦，品貌端正啦！哦，亭亭玉拔呢？好啥呢？阿那道主天主转世，哦，相位讲偌济拢标准的就对啦。伊靠伊水，伊靠伊美丽，伊靠伊呢好看，有气质，介高雅。但是啊，我讲过了啊，岁月不留人呐、啊。过去讲偌水的祖囡仔呢，如今何在呢？被岁月所吞食，被无常所吞食，今仔变成老阿婆啊！老阿婆啊，伊少年是好赞呢，哦，伊相貌无动动，哦，非常庄严啊，啊，如今何在？岁月不留人，所以蛮可惜，讲你真水啊，阿那道主啊，气质真高雅，真端庄啊，隆重啊，有一天啊，吼吼，会无常啊，无咱这少年啊，你问遐老阿婆啊，看卖啊哩。问个老阿公看卖，伊少年的时怎么反正比你较缘投啊？伊少年的时比你较水啊，水甲你无伊1/10啦。你小可会当看一个尔，品貌了啊端正尔，就伫安尼好大个错啊！哦，伫安尼招蜂引蝶啊，是毋是啊？无毋对啊！虽然人个相貌端正吼、哦，那么非常的这个挺拔位呢。那么总是咱人会衰老、会死的时阵、会老的时阵，这乎你袂考虑的。再来第三，依靠自己身体该健康啦、啊，哦，身强力大啦、啊，无人无都欺负你啦、啊，安那唔得。哦，伊嘛属于红颜啊，少年、中年，哦，即卖身体强、力量大，你认为别人无都甲你欺负啊？你总是会老啊，乎你靠袂掉的。啊，搁一个人是依靠伊呢，伊钱真济啦，别人袂甲伊看轻，吼、哦，会甲伊尊重，即款也袂可能。钱财无得解决你的生死啊，钱财无得救活你的发心慧命啊，钱财无得成就你的道业啊。所以钱固然是真可贵的，但是伊呢是世间事啊，所以世间钱。虽然介济，但是卖无常一天啊！好啦，钱真济啦！你要死时，起码贴个比数较悬呐。哦，你新代表米钞啦，算少贴个几处经的啦，啊，带袂起啊！你唔免顾这面子讲哦，我钱济人袂甲我看轻啦，唔有这款心态。哦，所以呢，咱上重要心要有道，解脱生死，正成涅槃，做圣人。唔免去生死轮回上好个啦，唔免依靠你钱财济，哦，别人就袂甲你看轻，唔好即款心态呢哦，互你靠袂住个。过来依靠自己是贵族啊，哦，有权威之家、啊，人个孙公子哦，我连公子哦，哦，安尼自己啊，家己伫遐卖弄自己是贵族啊，即款人想要骄傲去啊。所以修道过程当中呢，千千万万唔通只贵族唔贵族，佛祖讲过了啊。只要有含灵蠢动，有心有灵性的，有佛性，该叫成佛的，在佛性之下，
无咧贵族吼、哦、贫贱的人民百姓啊，拢平等。不论是富贵贫贱，人人有福性，人人会当幸福。所以，学佛受三皈，甚至出家修行了后，做佛做地主呢，大家人人平等。唔好直接标榜你是贵族，标榜你是名望的家族啊！有咧忧患感伤重的人诶，迄业障真重。所以佛祖呢，当初伊出家了后呢，成佛啊，有七个王子要跟随释迦牟尼来学道出家呢。释迦佛拢叫伊说便所，叫个王子去说便所、清便所，解啊新的比丘解服务，目的就要降服伊呢。哦，标榜我是贵族啊，我是王子啊。这个傲慢功高的心哦，哦，太强烈了，那自我意识太强了，哦，啊叫说便所说甲会心甘情愿，看大家拢同款的态度，平等心嘛呢，才当呢个教佛法，唔拢先叫说便所，大道理唔好听，听听后摆佫变到傲慢功高尔，不如先说便所说甲呢，哎欢喜心，即厨房内底洗菜啦、切菜啦，哦，擘一寡人口。贫贱遐工贵呢，做甲无傲慢讲过呢，再来讲大道理，互伊开悟证据。无呢，讲过傲慢是永远是降罪啊！你降不了过啊，成不了富的啊！这当今台湾的社会嘛，真是安尼啊。自称是贵族啊，自称的是权威之家、名门世家、名流社、名流士绅啊，这个优越感，这个傲慢讲过呢。这个人下苦足难呢，吼、哦！伊要放下伊身段难呐、啊，要平民化难呐、啊，所以咱去看嘛，看有啊，是毋是啊？好，就是因为这五件代志啊，所有众生自古以来拢总多伫这五件代志。嗯，这五件代志毋是咱依靠的所在，伊是生灭。是无常的物件，哦，所以咧，唔好依靠咱呐，年纪轻呐，来日方长啊，唔好依靠你品貌呢，端正挺拔啊，啊嘛莫依靠讲你身体强，力量大，唔免惊烦恼别个咧欺负，你嘛唔莫依靠讲我钱多，钱多人就别个看轻，啊嘛唔当依靠讲我是贵族，权威之家。这种生生灭灭，跟你修道拢无关的。你唔好依靠遮，哦。然后恁七个老 BQ， 规工唔修行，伫遐讲啊大声一声呢，啊，起起处处啊，恁到底是依靠啥呢？哦，佛陀甲讲啊真清楚啊，对啦。好，那么注意后边释迦牟尼讲吉祥甲开始哦，啊，最后伊拢开我真久。来看好，伊是世尊啊，即说其言，何意何巧？念想即人，亲贫忧悯，不如求定，见心行欢，以意为安，道相地变，起地不尽，诺极色衰。病无功德，悲患疾俗，宿命尽绝，心思神长，如意气机，肉消骨散，心何可活？佛说其意啊，七比丘已解茫茫之，即以佛前得阿罗汉道。诸位，你讲清楚吼？这无介困难呐、啊，伊重点加一句尔，就是讲呢，世间是无常，无常的世间无可能把无常变为常啊。世间任何一个权威，无值得咱依靠。身躯的肉体是生生灭灭，四大五蕴之体呢是幻化虚妄的，臭皮囊总有一天呢。哪怕目前处在真美丽、妖娇、可爱当中，无常总是到来呀、啊。到时候呐，这肉体败坏呢，你心识个投胎转世去啊，茫茫渺渺啊。恁七个比丘哪里会当搁遮呢？
讲话大细声，毋啊安住伫个道上，讲一寡世俗事呢？这个 BQ 呢，好多个黑色个料呢，当然切到顿来，梦想全记起来，全足认真参这个苦集灭道四圣体道理，入这大禅定呢，顿破见殊胜，正成四句阿罗汉呐。吼吼，佛陀真正有一套啊！好，咱讲只表哟，看好。因此佛陀为因说了下面的寄语：有何可喜，何可笑？妄念总是如飞燕，闻机深山无人见，不如修道学禅定，自任相貌。波动动，一时年少得平安，妄念纷飞呢，亦离病，四代为患不尽失，人老之后色衰色貌衰，久病营所无功德，赔丧己俗孤独寂，大限即将破眼前，人死之后神亦失。如同假意一破机，血肉渐消，骨离散，初心有何可依乎？佛陀说其之后，即为年老比丘，心意开解，妄念也止息了，便在佛前，当阿正得阿罗汉果位。即位。佛陀啊，不愧是佛陀啊！吼，伊讲要长行，我就道理；要讲吉祥，也要道理。通常佛陀拢会先讲呢，长篇大论呢，就是长行呢。最后伊再讲只吉祥，吉祥就浓缩了家段所讲的道理呢，改一句一句呢，一句一句吼，用只吉祥来结束呢家段所讲的道理啦。因何人有法度提纲挈领的作用？爱做了解吼，所以呢，这七位的老比丘听佛陀讲了呢，生大忏悔心啊，到最后妄念顿断啊，入这真深的禅定，明心见性，正成四句阿罗汉。你看，所以我定讲一句话。你若有法度真正心安住观看世间无常为者呢？你无觉悟嘛爱觉悟，无证菩提嘛爱证菩提啦。无常这两字真单纯哦，但是几人相应？无常你嘛知，但是拄着无常的时阵，你敢真正有觉悟？我真怀疑呢。人个嘴一开呢，看到人后个睁眼去，但是呢？你知是知，你做未到啊！做未到就是无觉悟啊！天君在知的当中做未到，依法不相应啊，凡夫俗子啊！譬如讲释迦牟尼佛，伊是半夜要离开世间呢，开悟证果阿罗汉，心内拢如如不动，无喜无忧，无烦恼，无痛苦，无快乐，如如不动。遐无开悟、无见过的人类，该爱出家众诶，看有倒要离开世间哦，哭甲像猫安尼骂骂叫啊！有哭甲骂骂叫，有哭甲东倒西歪、涂甲骨骨连啊！为何如此？生老病死的无常，因知是知，因做未到。虽然知影是无常，自己讲的尔，拄着大病晒到老。伊无法度堪受呢，佛陀离开世间的事实，所以看到佛陀离开世间了后，情不自禁呢，挡袂住，目屎牵起流，甚至出声，大声嚎哭啊！这叫啥呢？无常是无常，境界是境界，境界做未到啊！所以知知佫无路用，知爱做未到，所以佛门讲看破爱放下。放下再自在，自在怎我当呢？正成各位啊！有人看会破，放未下，放未下
心内尿尿尿尿，心内忧伤，唔甘执着，跨界无彩人面，都得要离开世间啊！静就声啊，静哪声啊？一连串呢，心内复杂的心理呀，哦，五味杂陈啊，就流目屎出来啊，是不是啊？你看社会上真侪下苦下角，哦，变学者呢，下苦下角变博士呢，这学者佛学的博士呢，但是伊无一定干我啊，伊知尔啊，会当做学者尔啊，做博士尔啊，伊拄着境界照常目屎流，照常情绪啊，拄着利害关系照常呢，使个性使脾气共诽谤，咱内心痛苦啊，哦。太太翁星就靠翁婿，翁星就靠囝婿就靠，弄境界转机啊！伊无得如如不动啊！有人讲，啊，若准如本师恁讲，那就这人无情无义袂靠呢？这唔是恁讲，讲自卑就好啦。谈感情，感情就是脆弱的，感情是无常变化的，是刹那生刹那灭的幻化的，有利害关系，哦。如果若无你个干关系，为何你感情个拖袂好势时阵呢？那么用流水共破啊！哦，你得袂着，含女朋友要出世万端，别人免想要得啊！是感情有利个关系，性要变化，可怕的。按自卑无共款啊，自卑着为感情进化出来。自卑无利个关系，自卑着众生快乐，把众生苦啊！所以现在如此，永远就如此啊！自卑透过时空演化，伊未改变。感情是我考验一下呢。现在如此，未来未必然如此啊！在这个空间如此，走去美国空间未必然如此啊！反正移情别乱啊，坚定呢，马上就转变当初习惯啊！用这感情跟自卑的比较就知影。所以呢，咱学佛。看到人往生，看到无常，解脱的圣者呢，伊心咪如如不动，就是意思。所以呢，伊的心没有境转境，能转境。啊，毋是无伊转境当中无流目屎，代表伊无情无义。安尼讲话呢，完全无了解佛陀是讲啥，叫做如人饮水，永远自知呀。安怎样哦？这孝顺无一定爱靠。孝顺无一定讲，伫个面口定就开始白呗。哦，口干呢不成声，就爱哪哭哪讲话，吼，安代表有吼。你白甲涂甲流满血，裂甲脚骨拢种见骨头啊呢，嘛无一定就有效。啊，无哭唔是代表就是不好，是一个冷暖自知，如人饮水。所以有效是伫在生就爱有效啊。友好爱行动表示，友好爱有呢，所有真正呢，和妈妈也当顺境如意。哦，安尼才是友好啊！不然呢，你平时唔友好啦，啊，才做一下表面动作，一下白一下哭，目屎流干呢，滴滴流成水流头的水呢，安尼唔对哦。所以啊，赶快理由啊，咱有道理去世间为何遐？BQ 无开我，靠个妈妈叫，互境界转去啊！互转去，一哭，唔是代表佛祖就欢喜呢？啊，无哭呢，唔是代表佛祖呢，讲你就是无情无义呢？变作你无哭，佛祖讲，哦，你有开我证据啊，给你恭喜。哦，你变作无哭，佛祖怎欢喜呢？相对的，你靠个默默叫的人，就是见树迄无断啊，烦恼心无断啊。感情无断啊，佮有师徒之情啊，佛陀点头讲，你并无开我证据，我替你烦恼。哎，就了解吼，都即个命角尔啦，会修行袂修行啊，即个命角啊掠着，窍门来二流呢，一切拢好讲，不然为者呢，你永远哦，即世间的无常，看甲那个个色，是金箍无啊，不惊伊就团团转啊。就是了解吼，这非常要紧哦。所以我只用几个字就来浓缩讲啦。世间无常就是无常，那无常世间的内底呢，你敢真正干我啊？
我只用几字来讲啦吼。好，你看过多少次这空难呢？到今年多啦吼，民国91年嘛吼。那么这空难当中呢，哦，是220几个人，伊这技术甲乘客呢，完全把伊平湖大海落去，无半个呢，哎，有活命的啦。哦，啊，死去老早一半起来，其他拢伫大海内底，我看拢也烂了，伊食了啊，真正有够可怜呐。你看到这次空难，甲以前的空难，甚至未来佫有空难呢？你老人家对这感想如何？你有感悟无？有感悟无常无？啥个无常？小解说一下。无常的因缘所生的法，哦，飞机起落啊，拢是因缘呐。因缘所生是无常幻化，缘生缘灭啊。你无法度预先会当知影呀。哦，啥物要当时要变化安怎？你无法度去斗量测会到呀。哦，这无常。你看法在空难当中，你有感悟无？好、哦，搁第二，你看遐在水灾淹死遐济人，哦，啊，看到今年风台天一个噪音啊呢，看海燕啊，结果或者风台的大燕呢，加落大海落去，第二天才捞起来，看人堵死去，你有感悟无？看到遐济人本身自己呢？伊财产和水灾淹家，家破人亡，你有感悟无？看偌济人，因兜个火烧厝，家财万贯呢，一工当中烧个滚滚滚，含性命都烧入面呢，你有感悟无？九二一个大地震，死了台湾2000几个人，哦，轻重伤的不计其数啊，你有感悟无？好、哦。在美国啊，哦，911的这個、比这恐怖分子呢，双子星呢，和炸的较侪呢，是2000多人，哦，轻重伤的不计其数，咱有感悟无？嗯，不论是你，还是你兄弟姊妹，还是你伫高速公路、县公路、乡镇路呢，看到非一切车祸，死伤遐侪人，你有感悟无？哦。干我就这么一回事啊！哦，你看到偌济人发生车祸，你唔知干我无？你看到恁兜头前啊，出外看到呢，人咧光观察，看到灵车一台一台送去火葬场要去火化，你唔知干我无？哦，在台湾你目前有一片天，哦，你自己伫名利当中，伫打滚的当中。哦，起起伏伏，哦，一个真轻盈，一个当下阵滑落下来，你有感悟无？啊，你感情当中谈情说爱呢，哇，你女朋友移情别恋，你男朋友呢，哇，惹花惹草，你有感悟无？你家庭闹到如今以来呢，实在有翁无命，无翁无行，你有感悟无？哦，啊，朋友之间拄利害关系呢，已经变成严重的仇人，你有感悟无？本来是酒肉兄弟，即摆有一个意见、一个观念、一个问题，哦，在利害关系之下，大家互相受责任呢。我伤害对方，你伤害着别人，彼此之间朋友变成冤仇，你有感悟无？这拢总是去做你看呀、啊。这就是佛法啦、啊！兄弟姊妹有了分财产的当中呢，又果呢，哦，变面变成的冤仇人，你有感悟无？如果若无感悟，我只话你讲，你兄弟姊妹即马有余冤债，姊妹有余冤债，为何无冤债？拄着利害关系当中，无常一逼心呢，吞食了恁兄弟姊妹有余啊！一切拢无常啊，所以呢，这一张一张批，拢是无常的批，给你提醒呢，你唔就干我无呢？所以啊，你若样观看无常的，你对这世间会淡淡啊，淡淡啊。但是你要做的工作，你照常做，哦，你袂遐尼热烈呢，哦，身心性命投入面呢，所以呢，
在自业的当中，迄代志你未做，会断恶行善，会做下了真好的真善美，哪有伊未来世啊？你会做诚意的，做认真的，好行这修行之路啊。所以三不五时啊，哦，你心内静止，唔免念阿弥陀，哦，你就该想念就好啊。世间实在真无常啊！你已经二三十岁咯，四五十岁咯，六七十岁咯，甚至七八十九岁啊！自你细汉到今麦来呢，拄偌济顺境逆境呢，如今又搁负债呢，被无常所吞食去啊！所以你到今麦还搁未干哦，我真怀疑，真替你为你烦恼。哦，所以佛陀伫迄个阿弥经讲啊，讲若人能善观无常，此人则能入道，实在有道理。咱未入道，善根未成熟，未流落人，就世间甲无常当作常。啊，夫妻，哦，谈情说爱是甜蜜的，啊，是可贵的，是永远不变的，该无常当作常。但是有可能无？无可能的。等个谈情，等个的男女，你啊讲无常，伊讲伊破戒。谈情等个甜蜜当中，你啊讲是个无常，伊会怀疑你，人忠言逆耳啊。哦，所以莫怪啊。但是呢，伊既然谈情说爱呢，伊当然对这无常之理啊，伊知伊做未到啊有。所以啊，真正看无常会相应的人。这人无入道嘛，爱入道，也因为透视感情是无常，财产是无常，夫妻是无常，兄弟姊妹无常，名利财产地位拢无常。这人伊自然如人饮水，连贯自知咯，渐渐解脱咯。所以三不五时啊，吼，走去这医生馆吼，尤其啊，这外科的加护病房，你去看卖咧。一个英雄好啊，能倒在遐呢？伫呼吸，吼吼，输入啊，佮输出去。哦，命也真呢。咱人死有两款，吐出了无入啊，就死啊。有是输入了，无吐出去，往生去啊。人死有两款尔哩。吼吼，所以啊，咱人也无善见人，我真鼓励去哦，去交病房看一寡你亲戚朋友。哦，去看卖啊哩！哎呦，你会感觉讲，咱若活世间去辛苦甲一世地人呢，碌碌碌碌是无啥意思的。哦，你反省这问题，年纪也用一辈啊呢，五六十岁啊呢，要搁在无无啥呢？哦，有一天咱咪倒当遐呢，这是金门代志呀。所以西洋一个铁达加讲一句真对啦。当你出世的时候，你已经向无阿波开始一步一步进军的时阵啊，百分之百正确。就你出世哦，哦，不管捌代志唔捌代志呢，活一天就欠一天，活一个月欠一个月，活一年欠一年，年纪伊就必定就死亡啊。啊，世间人讲，加一日加一岁，啊，加一天加一个月加一个月，加一年加一岁。哎，用累进呢，讲出伊活几岁啦？哎，唔对哦，哎，讲嘛是对个，但是呢，应当欠几岁才对。比如八十岁么？你活甲呢三十岁啊呢？哎，你还佫剩五十岁，人活啊，是减少啊。哦，哎，你也是对啊。虽然人讲功夫听话呢，你过年时啊，你讲阿伯啊，可怜咯，你欠一岁啊呢，一年过啊呢。我看伊也边后分担点啊，叠加你再无落去。破戒呢？过年时啊，讲迄条太头菜呢，吼！所以哎，终于讲阿伯啊，你坚持得远啊，他就假呢，一点早钓才讲假去呢，要趁钱就好啦。哎，蔡小姐，恭喜哈，恭喜哈，你今仔有钱赚去啊呢？伊无欢喜哦，我去趁钱，啥物有钱赚呢？啊，安敢钓？应当讲有钱赚才钓呢。有咧换讲一千块，吼、哦。有咧换六百块、八百块呢？你的光阴爱有趁钱呢？你的青春有趁钱呢？是有钱赚，但这不是趁钱呢？
迄就了解吼。这世间人颠倒啊，啊讲一寡颠倒变的话，讲一寡好听的话，遐颠倒变的话，好听的话，未必然就是真理呢，参真相无关系呢。啊讲，蔡小姐，你今要有钱赚哦？伊讲，对，我有钱赚，安就对啊。伊讲我要去赚钱，安讲唔对，我会知影吼。阿伯，你已经过五十岁安尼，你欠五十岁安尼，你有没有？我已经呢五十岁安尼，增加五十岁安尼，世间人啊讲好听话啦，但讲好听话未必然就真相啊。哦，所以咱人世间人生活伫颠倒当中，哦，众生颠倒啊，所以伫八戒心经嘛讲，远离颠倒妄想。究竟涅槃，你若我都远离种种颠颠倒倒，吼、哦！爱生活伫真理当中呢，生活伫不生不灭当中呢，有一天究竟涅槃呐、啊！吼、哦，无明自性变着不生不灭的发生的时阵啊，所以总共有一句：世间无常，生命是有限的。咱唔免伫遐呢，为了顾着身体，长落落落落长呢，吼、哦，伫遐个执着，那是唔对的。所以有真侪人，拢顾身体长，咱也无甲反对，真好啊。加较长点嘛，看一寡光景，收一寡兴，利益社会拢未歹啊。啊，但生命也该去时阵啊，你看作一个外道宗教，哦，伫遐歌手伊生命，赞美伊生命，哦。结果你安怎赞美呀？安怎挂手你的性命呢？总是性命是缺陷的无常的啦。所以释迦牟尼因讲哦，任凭怎样挂手性命、赞美性命的光明完整，而性命的缺陷永远是不可避免的事实啊。诸位有怪吼，这任凭你呀、啊。哦，歌唱你的生命，哦，赞美你的生命的光明远景啊！哦，你唱个圣诗啦，唱一挂好听的歌谣啦，赞美你的生命，哦，偌光彩，偌光辉，偌光荣，偌尔啊伟大呢！哦，但是你的生命会缺陷嘛，有生老病死呀、啊，是永远无法度片面的事实啦。哎、欸，你注意听住吼。所以在有限的生命、有限的青春、有限的这时空呢，咱应当要把持，创造机会，无机会找机会呢，爱来下苦修道。因为啊，生命无常，随时随地这无常鬼拢伫边个等你尔。哦，你看今天请我好哦，明天就倒底用做念啊啦。看今日很请呀哦，哇，一夜之间变成呢。哦，国王变成仇人，哦，看遐轰轰烈烈哦，哇，这两天了呢，变成路边乞丐，看一个身体，哦，遐尼勇啊，啊，明仔载汹涌发生车祸，爱破病，当下就亡身去。所以啊，善观无常啊，这样善根会流露，会成熟，道理在这所在。哎、欸，你就认真吼。哇，那成就时间到了，会见哈。那明仔在法鼓毗卢经呢？明仔在第四十四天，同时间再会。